此次攻打四平，你所率三个纵队以敌人相比较是接近4-1的优势，因此我要求你要干净彻底的全歼守敌，把四平给我夺回来。是。1947年春，在东北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折兵损将，由战略进攻进入了战略防御阶段。根据国民将领杜聿明的命令，国民党军将在各铁路干线和战略要点部署重点防御。 待增援部队抵达后，相继发动攻势。既然此时国民党军队丧失了攻势，那么东北民主联军的进攻将要轮番上场了。1947年5月至7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发起夏季攻势，并为此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这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在经过三峡江南、四堡临江的作战后，不仅歼灭了国民党军的大批有生力量，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东北解放区，更使得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兵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6万人。 万人，甚至超过了国民党军的36万，这也是我军首次在数量和质量上超过敌人。因此，综合以上因素考虑，加之东北根据地不断巩固，东北民主联军才决定全面开展发动攻势。在我军的迅猛攻势下，国民党军难掩颓势，很快便败下阵来。与此同时，东北民主联军南满第四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带兵包围了南满重镇梅河口。梅河口在东北战场上具有十分特殊的地理意义。 它是沈阳到永吉和四平到通化这两条铁路的交汇点，沟通南满和北满，是吉林东部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这里曾是我军的驻扎地，后被国民党军攻下后，成为了五大战略据点之一。当初为了拿下梅河口，杜聿明曾下达了坚决死守、不准突围、与阵地共存亡的死命令。由此， 足以看出梅河口对于东北战场的重要性。这次为了坚守梅河口，杜聿明更是在此安排了一支特殊的部队——滇军60军第184师。1947年5月，当收到前线韩先楚发回司令部的已经完成包围梅河口的电报后，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即刻发出了一封急电，要求韩先楚全歼184师，不准他们起义，对奉集县敌军，凡经过战斗打响者， 即歼决歼灭之，务中途接受部解除武装之起义。一直以来，我军始终秉持优待俘虏的原则，对于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人更是表示欢迎。这条原则已经成为国共双方公开的秘密。也正因如此，在解放战争期间，曾有不少国民党将领和部队纷纷起义，被边进我军队列，为解放军补充了一定的兵力。这次林彪为何下达死命令，要求全部歼灭？ 还不接受投诚呢。184师原隶属于滇系军阀云南王龙云的部队60军，军长是爱国将领曾泽生。尽管是地方军，但其战斗力不容小觑。抗日战争期间，曾泽生曾率领60军184师参加台儿庄会战。在战斗中，184师展现了超凡的战斗力，与敌人进行白刃战，在第一道防线被突破后，退守第二道防线继续战斗。这场战役中， 正是滇军舍生忘死，前赴后继，才让日军损失惨重，感受到了中国人民誓死抗日的决心。日本媒体曾在报道这场战役时称，自1918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此战之后，184师以1000多人的惨痛代价，击毙击伤敌人超3000人，战绩相当惊人，理应受到嘉奖。校长，刚刚收到军情通报，潘硕端率184师 2700多官兵，在今天早晨投下了共军。说起来，像潘硕端的184师原本就是龙云的家底，他的头功也是在我意料之中。这样的败类还是会出的。是，但是为帅之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否则会搅乱军心。 但由于蒋介石重视嫡系，轻视地方部队，导致184师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嘉奖。更过分的是，184师不仅没有得到奖赏，更被蒋介石当做了抗日的炮灰，企图利用日军灭掉这支杂牌部队。武汉会战中，在184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其左右两翼的中央军奉蒋介石之命后撤，导致184师深陷险境，被日军三面围困。经过一番苦战， 才勉强保住了建制，这也让184师对蒋介石的行为十分不满，军中将领无不心寒。1945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铲除异己，将龙云阮禁在重庆，滇军一时间群龙无首。11月，蒋介石下令整编滇军，并将其调往东北战场，充当内战的炮灰。1946年4月，184师奉命进驻东北战场，驻守海城。同184师一同进入东北战场的，还有国民党谍报组特务，他们被安排进入184师各团部，负责监视内部一举一动。而184师作战背后，还要接受装备有美式武器的中央军督战。对此，184师上下对蒋介石的这一行为愤恨不已。很显然，蒋介石并不信任184师，之所以派184师出战，是想让滇军和解放军互耗，从而可以让自己坐收渔利。1946年5月，在林彪的支持下，韩先楚率兵攻打海城。184师师长潘硕端在屡次求援无效的情况下，终于意识到了蒋介石是故意要置184师于死地。于是经过深思熟虑，潘硕端决定起义。海城起义后，使得原本处于焦灼状态的国共双方力量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朱德总司令更是大赞海城起义皆和平之义旗，张滇军之荣誉。但可惜的是，184师内部根深蒂固的陋习很难被改造，这也为后来184师再次叛变我军埋下了隐患。184师起义投诚后，我军十分重视，为其提供了大米、蔬菜，就连衣服及日用品也做了特殊供应。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军中的战士们吃的是糙米，穿的是布满补丁的军衣。原本我军是想释放诚意，吸引更多国民党将领投诚，但这种优待不仅没能感动这些人，反而滋养了他们的骄横之心。1946年10月，国民党发动攻势，我军审时度势决定转移。平日里沉默寡言的184师副师长杨昭伦，却在背地里勾结军中其他人叛变。在遭到潘硕端将军的坚决拒绝后，杨昭伦决定自己行动。10月30日，184师奉我军命令撤离。夜间11点，撤离点附近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号声。随后，184师决定叛变的一众官兵们轰然跑了出去。这时，我军才意识到184师叛变了，想要阻止时，为时已晚。就这样，184师在杨朝伦的带领下叛逃了。184师的叛逃给我军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在我军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情况下改造国民党军，即便是提供给他们再好的条件，也是徒然。这种物质上的笼络不足以收服国民党军，只有真正在战场上打成对手，磨掉他们的威风，才能跟他们谈改造。因此，在对待184师这种背叛的部队时，必须严惩不贷。杜聿明的部队是不会管我们184师的，在他们的眼里，我们滇军永远都是后娘养的。1947年5月中旬，为打通南满和北满之间的联系，我军决定在梅河口孤立无援之际发起攻势。没过多久，我军便围困了梅河口，与此对头184师迎头撞上。之所以派184师驻守梅河口，是杜聿明有意为之。他认为184师已经背叛过共产党一次，绝不可能再次投降，毕竟共产党部队不会再对他们手下留情。实际上，杜聿明的猜测十分准确，林彪确实下令要全歼184师，不能让他们再起义。这次战斗的指挥仍然是副司令韩先楚，他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要狠狠惩罚反复无常的184师。同样，184师的官兵们深知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作战。战斗初期，借助炮火掩护，我军顺利打通了战斗通道，一举攻下城市外围的两个高地。然而，从这里要攻入敌军的核心防御阵地，中间还有一个约500米的开阔地，我军在这里遭到了敌军炮火的猛烈压制，死伤惨重。见此情况，韩先楚立即叫停进攻，并开始重新研究作战计划，另寻突破口。对着地图看了大半天后，韩先楚的目光停留在了火车站附近。第二天，新一轮的战斗打响，我军发动连续攻势，以惨重的代价终于占领了火车站。随后，以打穿房屋墙壁的方法逼近敌军的核心防御阵地。经过2天多的浴血奋战，韩先楚集中军中所有的火炮，推至距离敌军阵地400米的地方。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我军吹响了冲锋号，将士们向敌军阵营冲去。梅河口战役中，184师与我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我军以极惨烈的代价赢得了胜利。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中，我军牺牲人数达1400多人，
其中台以上干部150余人，最终使得184师再次覆灭。此后184师又经历了3次重建，蒋介石收纳了逃出来的杨朝伦等一行人，而杨朝伦也终于得偿所愿，当上了师长。不过这屁股还没坐热，184师便在锦州攻坚战中再次遭到全歼，但杨朝伦却侥幸逃脱，最后在天津落了脚。经历2次生死，杨朝伦还不死心，在他的活跃下，蒋介石恢复了184师的番号。与此同时，杨朝伦四处拉拢人才。1848年底，184师的兵力已经达到7000多人。不过，在随后的天津战役中，184师也只能和其他守军一样缴械投降。这次，杨朝伦也终于被捕。不过，当时根据我党当时执行怀柔滇军的政策，杨朝伦并未受到过多为难，并在日后回到了云南，试图再次作乱。跟随卢汉起义后，起义失败，被我军成功抓捕。这次在潘硕端的主持下，经公审，杨朝伦被枪毙。作为一支曾经为国家浴血奋战的抗日部队，却先后4次折损在国内战场上，而原本可以在海城起义后建功立业，却再次叛变革命，真是让人怒其不争。